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玩 Don't Starve 第四天 Continue。 我今天实况要搭配综合鲜鲜果一起一边吃边玩，好吃哎、欸！按下暂停，先吃一口。哎、欸，吃不着，打开一点。综合坚果超好吃的，我最喜欢综合坚果，而且一包大概……哦，建议售价这么贵啊！一包建议售价35块。不过我是去大卖场买，一次买一大盒，然后我以为是一大盒里面满满的，结果里面还是一包一包小包的，超白痴的。好，你再写考。没有哟，腰果啊，然后种子之类的，蔓越莓、杏仁果、黑豆、黄豆。还有芒果干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、啊、我们多做一些，哎、欸，白天了吗？哦，白天了，怎么感觉旁边还是啊？哎、欸，也不对啊，为什么旁边感觉还是暗暗的、啊？我们做一些，哎、欸，这个 rope， 我们解锁这个好了。只要解锁之后，我就可以不用在科学机器旁边做。我记得我是不是要做这个？那我需要砍一些木头，来吧。好，再试一个。吃东西会让心情变超好的。木头要收集几个？看一下哦。收集4个木板。我现在好像连一个木板都没有，所以我需要收集多一点。哎、欸，种子哎、欸，我有想也来吃一颗种子。好吃。我觉得我一次砍多一点木头好了，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浪费时间，然后多余的木头就直接把它摆在箱子里面，那以后就可以一段时间不用砍木头。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铲子？不用好了。铲子可以把这个根挖掉，那挖掉的话会多一个原木，不过这样其实不怎么划算，对吧、啊？那这个留在这边，它其实也不会再长出来，其实是挖起来浪费时间，我不如去砍一个新的木头。那还有什么？不过这个 shovel 可以那个把一些像这个草啊木树枝。就是把它砍起来，然后就可以种到别的地方，还蛮酷的。我来试试看好了。在这里，哎，铲子要回去。啊，今天先砍木头好了，明天再解锁铲子，然后来试一下铲子的功能。Razor， 你可以做 Razor， 不过我们的 Wilson 还没长胡子。一次。的原木只能叠20个，不像其他的，像这个石头可以叠40个。
做一个好了 ，Gorge 再做一个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就可以做了。黄金等下，我黄金放在箱子里面，所以再回去把它拿出来吧。这样子我就一次做了两台机器。这个是什么？Unlock 解锁更多合成的东西。这两个解锁就可以几乎全部的东西了吧？对吧、啊？其他看起来都不是解锁的。看完账了，再看一个。树枝跟 twigs 跟 grass 都要多收集一些，这两个是最基本的东西，需要。应该说这三个都是基本的，需要保持一定的数量，比较安全。来拿种子，种子可以拿来种。我应该也要种一些种子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哦。种在哪里啊？种的农田在哪里？你记得有一个农田可以种。好，我去看吧。基地在这里。我们顺便看一下陷阱有没有被踩到了。哎，种子。哎，有哎。再摆回去，好多种子哦。再来，再摆回去。好。好。来吧，哎，从这。那现在像这种 file pet pet 还 pet 就可以直接就是把燃烧物丢进去，这样就不用再做浪费一些其他的材料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做，先把这个做成兔肉。我们先吃一点东西好了。哦，这个梅子块。快，保足，新鲜感快没了，新鲜度快没了，把它全部烤一烤吧，然后再加点。好，我们来做学习第二个学习机器，哎，这个。我一直讲错，不是学习机器啊，这是什么 ？Ultra Me Engine， 哎，下雨嘞，哦，火会不会马上熄灭啊？这是什么 ？Winterometer， 是加速冬天来临啊之类的。好，我们来做第二个，坐在这边。耶！哦，农作物是这个，需要那么多大便呢？那我们需要去某某区，这个铲子把它解锁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金铲，不过我现在是不需要了。shovel 再做，先做一下好了，先解锁 shovel。这个也可以解锁，这个就把它放进去吧，因为现在没有账户啊，快点火！哦，打雷，吓一跳。我们先吃点东西看。哎，长胡子了。完了。这个金子再放进去吧，然后种子也放进去。种子有新鲜度，不知道新鲜度没了，还可不可以？就是还可不可以拿来种植？应该是可以吧，种子那有新鲜度啊，种子应该要摆好几十年它才会坏掉吧。种子的任务就是怎么讲，培育下一代嘛，所以它的就是它不会那么容易坏啊，种子。来吧，这里就把它，哎，是怎样？
哎、欸，刚刚那个为什么倒了？然后里面没有，奇怪。好，那我们去牛区牛，我记得在这边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去牛区吧。牛区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。这个传送是传送到这边吗？那我们直接走，用走的走过去好了，往左边走，好。现在都还没看过，看到半个蜘蛛洞。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做点武器？这样，我去做一个武器好了。武器还有装备啦，都忘记了。武器就，啊、武器这样可以，对吧？然后装备就做，这个吗 ？Grey suit， 草的装备，这个啊，这个啦，这个，就需要两个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我的。没有草了。这个草的装备很烂呢、欸，草做的装备，草席吗？来，多挖一点，多做一点草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新的，这个，木桩。木桩听起来没有很强。哎、欸，哦，对，哦，这个啦，这个。一直看错，这个，嘿，这个比较好，好，不过我没有办法一次又穿又那个又背背包，这个就把它先放进去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往左边出发。时间过好快哦，一下一天要过去了。等一下，我们都路上都先不要踩东西好了，除非看到比较稀有的东西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没有时间去拿那个牛大便了。嗯，下雨是不是可以让我的那个、啊、理智变高啊？因为我理智没有下降很多哎、欸，理智还一直维持在200。牛大便。小虫子啊，上到这。牛大便，给我牛大便！他们都不大便的、啊。往左边看一下好了。我怎么记得以前玩的时候，啊、哇，草帽哎、欸，睡袋，背包里面都是空的。那我不需要，是他骨头吗？是什么 ？Rot， 是呕吐物吗？两个 rope。好酷哦！这里还有个呕吐物，牛大便。你好，牛，我是为了你的大便来的，很快大。左边有东西吗？这边好多兔洞哦。这边才是真正兔洞多的地方吧？哎、欸，传送一下，看这是到哪里。吃个综合坚果啊！哦，等一下，暂停一下。我吃一下综合坚果。嗯，好，继续。不是。嗯，是船这边。嗯，这个是船上面。嗯，这两个互上。OK。嗯。等一下。我现在在考虑要往哪里走。你的目的是要捡牛大便，因为我想要种东西。不过除了种东西以外，我应该还可以还有另外一个任务，就是去找蜘蛛，因为蜘蛛的东西，蜘蛛的掉的材料可以做一些补血的，还蛮有用的。那我在这一区浏览一下好了，走吧。感觉这里就是会有那个啊，蜘蛛出没，蜘蛛巢穴，就很像，这边就很像。Thank you.
没录完。啊，要晚上了啦，好快哦。真的完全没有哎，好扯哦。哎，这个地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是不是有一个机器的怪，然后会掉冰箱的材料？我记得好像有。嗯，我们来这里寻找一下好了。但是我今天就在这边扎营好了。哎，有睡袋，我在这边睡觉好了。意外的收获，得到睡袋。哎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里应该有什么东西？这种底应该有什么东西？嗯，没事吗？哦，这个是冬天的时候会有雪怪盖的那个冰屋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哎，吓我一跳！他刚不在睡觉吗？干嘛突然醒来？吓我！赶快回去睡觉啊！嗯，剪一下这个。没东西，好吧，那我们再往这边探索一下。剪一下花。下面有东西吗？我站在两个地狱的交接处。哦，这里又有一个雪怪是吗？好大哦，这个地图太大了啦。我记得我以前有做一个很无聊的事，就是绕整个地图一圈，不过还是走得完，硬要走还是走得完。我想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切西瓜，切过去，不要走到底好了。啊，睡觉睡觉，趁现在，趁睡觉吃个东西，吃个坚果。哦，对，睡觉有个坏处，就是饱足感会降相当低。不过，嗯，食物目前还够。哎，蜘蛛巢穴 ，yes， 太棒！穿装备吧，我们的包包就先放在这个地方。有一个技巧就是，我们可以把包包放这里，等一下再回来捡。那我们就穿上装备，来吧。快快快！哦，太多太多太多！哦哦哦 ！Yes， 太棒了！我要就是这个，Spider Grain， 还有吗？打一下看看。没有了，怎么在这奇怪的时间点击自动制作？好，地图上对，没错，会显示蜘蛛巢穴的位置。那我要固定过来，固定过来，清一下蜘蛛，不然蜘蛛巢穴变大就麻烦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个传送点，哦哦，这我来过。这个传送点是传送到最上面这个位置，嗯，比较好。我把中间走一走好了，顺便收集一下一点食物。我兔肉，兔肉把卡也吃了吗？我顺便收集一些草好了。
肚子好饿，可是我不想要，我不想要那个直接吃耶，有点浪费。我刚被打那么多下，结果血还是那么多哎，好诡异哦。照理说刚被打不是应该扣啊？我的装备很强对不对？装备刚有消耗了一点点。猪肉，给他吃，给他吃那个这个，吃这个他会扣血，应该。哎、欸，人类，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好打他。哎、欸，不能打，打很恐怖，因为他刚已经变我队友了，所以。等等。先换一下装备。我发现我打他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？我血量超多的啦！我吃美子看一下，不会补血啊？我记得补血好像一定要吃补血的东西耶、欸。他没有办法，我记得他不会自动回血，不会像那个 Minecraft 一样，吃饱就回血，没有这么好看。我们做这一个，做我们从这边进去，应该会传送到这边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里吗？我们进去看看哈啊，这里是传送这边的，传送到这边对不对？不行不行，我们还要上去拿那个大便。我们再绕一圈上面好了，看一下有没有。大便可以拿，要不然只有一个，我们没有办法做农田。到到到，尽量往右边一点，走没探索过的路。哎、欸，这边是边界，边界，好多草，拿起来。你都没有大便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！太棒了，垃圾贱，太棒了！再来，我知道你很饿，我知道。不过，就两个吗？这样大便要几个才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包包，大便是要三个还是四个啊？我现在两个加箱子里面一个根本不够啊。你们大便也大太慢了吧？还是说大便放一阵子，它会自动消失，有可能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吧。采下食物，好，回去 ，Go， 来得及吗？绕一圈，走上面，走上面，应该来得及吧？我这边好多梅子哦，不过我食物还很充足，还算充足，因为有这个肉，还有这红萝卜。来吧，Wilson 的胡子还会继续长长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现在不刮的话会有点浪费，因为长更长的话，它也可以吃刮更多。我们先吃这个兔肉好了，它。新鲜度已经降低了，开始降低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先吃一下。哎，会补血，补一滴，一次补一滴。哦，天哪，要补多久啊？我们把上面这个回收一下好了，然后再多做一点那个。多做一点陷阱好了。哎，放在中间。好，采一下草。陷阱真的好花草哦。再做一个。好，回去，快回去。萤火嘞，在这里。
多加点，很怕太暗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粽子，需要四个，最少要四个，好多、哦。然后这个是晾干的架子，对不对？晾干的架子可以，这个是可以晾干什么？晾干肉吗？变肉干，这样的话可以保存比较久，是吗？不过这个需要两个炭，那我需要烧一点，去烧一些树。我旁边种一些树好了。啊，按错了。多加点火，怎么按不下去？好，等一下面种三个，下面种三个，这边也抓到了。好，好，这集就先到这边。那我们下一集就希望可以做一个生产食物的东西。我最希望可以保存食物，因为我很怕冬天快到了。我看一下哦，保存食物是在这里面吧？冰箱 ，icebox， 要这个东西 ，gears。不过这个要打到一个特殊的机械怪物才能拿得到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实况到这边。我是白龙。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，拜拜。